这是一块粉色的液态玻璃。Hello， 欢迎收看蜜桃手作。好久没有玩液态玻璃，也很久没有捏到这熟悉的手感。拉出来的金属光泽还是好亮好亮，卷个粉色的小发发。然后再捏碎它，液态玻璃一如既往的难捏。今天准备了超多珠光粉，加上金属感满满的液态玻璃会怎么样呢？虽然很脆响，但这个小小的一块声音还是不够大。加入很多珠光粉混合，这里有几种颜色是比较独特的，比如墨绿色的珠光粉，最后混成了迷人的这个是什么紫？酱紫色吗？捏是真的很难捏，所以还是把它捏成大补丸吧。拜拜。